现在示范的是双手宽足，护肾腰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记得你的身体往下弯的时候，膝盖不要跟着弯曲。好，在可以做到的限度里面，尽量把腿打直。现在开始示范。 现在要示范的是转拳入目，睁力击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记得拳头往前发力或往旁边发力的时候，不要因为拳头的力量而把身体的重心带走，尽量维持身体的平衡。现在开始示范。 现在要示范的是背后起点救命消。这个动作的重点在于双脚的脚跟要相接，不论你是在踮脚的时候还是落地的时候，脚跟都不可以分开。现在开始示范。
在练习八段锦的重点是呼吸的配合跟身体的放松，所以我们在每一式之间，我们会做到一个调息的动作，让每一式的动作都可以达到它最好的效果。当然，如果你在一到八式的练习都非常熟练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全部的动作都连在一起，然后把它做完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建议，就是以调息来作为一个衔接，让身体可以比较放松，让呼吸也可以比较顺畅。现在开始示范连续动作。